我那天成都那个姊妹回来找我耍两天。那他是住我屋头吗？对呀、啊，不然的话别个弟会来，你不可能去给别个开酒店噻。哦，那我给你开个酒店。你个老子开成酒店！那要不然你住那点了。你是不是在这里东拉西扯的？老子是来不得主人，你说我住哪里嘛？但是我那小屋全是杂物的嘛，现在住不下子嘛。住得下呀，哪两个空房，哪一个睡沙发，不都住得下吗？但是你上班不是说你觉得沙发你知道光睡就不舒服的？你是不是还在劝我？我今天腰杆上的气痛啊！你腰杆痛是你个人在那坐在电脑面前坐久了坐姿不好，你给我试下我那个西奥 C300 人体工学椅嘛，它有个多米诺腰靠系统，撑腰杆特别舒服，还可以自适应滑动，最腰无论你在啥子姿势都可以很好的贴合你的腰部，一直给你撑腰。还有它的陆地仿生关节扶手，非常灵活，你随便啷个调都可以，无论是办公还是耍手机都能支撑住你的手臂。一直坐人体工学椅是不舒服的。肯定噻，你闺蜜专门过来找你耍两天吗？对呀、啊，她隔两天上班，只耍两天就回去了。哦，那他如果只是陪你耍两天的话，那这两天缓缓这能不能睡中间？你不要说了，是不是老子一巴掌把你脑壳掐成尖尖？不对，是你的脑壳错了，我不会睡边边。肯定不能睡。抖音。